今天啊，来到我们小区这个最前面一排啊，花园洋房啊，这个小区的邻居介绍说，这边有一家弄得挺漂亮的，哎，果然如此。他这个家里，你这种的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什么月季啊？这都是欧月。欧洲月季从哪移的？是在哪买的？这个花鸟市场的。是在银滩吗？银滩市里面买的是吧？这一株多少钱啊？20多块吧。那么便宜吗？啊，买的时候很小是吧？你种了多久了？种了去年六月份种的啊。这前面的是什么花呢？这个是？北美冬青。北美冬青啊！哎呦，底下还有小果子哎。你家还弄点花盆儿，吊点花盆吊这个栏杆上也挺好看的。这个叫蝴蝶兰是吧？百脚牵牛。啊，百脚牵牛，我是瞎说啊。这个吊挂金钟我认识，这个叫什么花啊？也挺漂亮的。哦，跟小月季一样啊，花跟小月季一样。这个什么，这叫绣球还没有开花。绣球种不好。绣不种不好。光长叶子。光长叶子。哎，这个小花，红色的叶子，长那么小的小花也挺好看的啊。对。你家这个买了不少这样的花吧？买了很多，被他们刨了很多。还有被人刨掉的。就是说冬天你们不在这住，没在这住，让人刨了。哦，那怪，这不什么人刨的不知道，是咱本小区的还是外小区的，就说不清楚了。对，确实挺漂亮，这么多花啊，这么多，你家是这个，又是月季，又是这个，这大多数都是月季，对，月季好，时间长，花期长，又是绣球，里面又挂了这么多小盆盆，你这房子好大啊，对，这外面也种了一些是吧？哎，这个盆子花多少钱啊？这个9000块钱啊，这个挺好的，挺实用的啊。这个遮遮雨，主要起遮雨作用是吧，大哥？对，主要起遮雨。对，你看这里多好，你夏天在这住过没有，大哥？住过。潮不潮湿啊？不潮湿。你是第一排，咱小区的第一排，离大海很近啊。对。就几百米的事。300多米吗？300多米。哦，那可能那边建公园那个地还挺长是吧？对。哦，看你家三楼弄得也挺漂亮，弄个空中花园似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三楼和四楼它是一家。对。对，它这个，对，弄得它弄得漂亮，它没有把这个阳台封起来，都弄得这种木架子啊，防腐木的，挺好的。你们在这买房子哪一年买的呀？去年买的。哎，那你们买房子花多少钱呢？大概60来万吧。我们装修大概70多万。70多万。不到80万。哦，就买的时候是没装修过的。他装修的，但是后来。啊，装的不好。就是开发商装修的嘛。啊，开发商装修的啊。就老开发商老装修就没装修过。就是你们就是说买的就原始房是吧？对。花了60几万来着。60来万吧。60来万。啊，这个60来万差别可大了，62万和68万的差别大了。对，整个弄下来就花了80万，里里外外的装修完了。哦，那也行啊，搞这么一个房子。地板换了。换地板了。再然后这个叫什么？这个。院子也是你们自己搞的。院子搞了。再然后这个叫什么隔，那个叫什么呢？铝合金的那个。铝合金的断桥铝的断桥铝门窗都换了啊。那这下花不少钱，你们院子大呀，这个窗户多啊，对，是吧？全都换了，都换了，对，地板换了，卫生间什么都重新搞了，那下了大功夫了。对，哎，你听你口音是江苏的吗？浙江。浙江的啊。浙江。哦，浙江的老乡，咱们浙江人啊，浙江人在银滩。浙江人。哎，怎么样？在银滩你觉得怎么样？在这住的，评价一下。好。真的好吗？真的。真的好吗？真的好。和你们老家浙江的话，它比较起来，它有什么区别没有？浙江呢？也好。空气什么也好。但是呢，那边就是冬天冷，夏天热。冬天冷，夏天热。这边呢是冬暖夏凉。冬暖夏凉啊，冬天都比那个浙江还要暖和啊，是不是你的意思？反正我们去年过的冬，反正不冷，就春天冷。温度低，
但是不感觉到冷啊，没有就没有体感，体感好、就体感温度就没有啊，体感温度啊。那么在浙江的话呢，就是温度不是很低，但是呢体感温度感觉到很冷哦，它就是阴冷，阴冷，对，阴冷不舒服，阴冷不舒服。对，听说那边是比这边也潮湿，是不是？浙江那边，对 对, 对，很难受，潮湿很难受啊。他们说海边潮湿，但是我们没感觉到，没感觉，海边反而不潮湿了，对对对，传说潮湿，实际上不潮湿是吧？对对对，那个什么，你觉得不好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呢？在银滩，目前你看你发现的不足的地方，不好的地方啊，对，不好的地方，他们说冬天不供暖吗？对，冬天不供暖，对，这是一大问题。冬天不供暖吗？对。然后其他好像没什么不好的，没什么不方便，哎，没什么不方便。本地人很好是吧？对，对，咱们当地本地山东人还是评价挺高的，是不是？很淳朴，淳朴啊，很淳朴。哦，对，这大家都是一致这种认为啊。说什么交通啊、购物啊，啊，我看还挺方便的，都挺方便的啊、哦，还挺方便的。对，啊。你是越住越喜欢这个地方呀？我今天发布了一个石家庄的一个，哎呀，就住了11年，不想走了，不想回去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也打算在这里常住。常住了，打算啊？打算常住了。所以说你把这房子弄那么漂亮，弄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里里外外都装修一下，下来80来万。八十来万啊，还行啊，我觉得值了，是吧？这个嗯，在银滩来说的话啊。那这个房子应该说，嗯，像这个位置离海这么近，嗯，这个小区环境又好，嗯，应该不是很多，对，不是很多。这样的户型很，就是咱们小区，据说现在这种一楼这个房子已经没卖的了。对，我听他们说都卖完了。它叫花园洋房嘛。花园洋房，对。哎，就这种户型不是很多。去年的时候还有嘞，去年还有那么一两套。嗯。今年全给扫掉了啊、我就挺关注这个房子的、前年的时候就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住、基本上都是空的，这个好像去年一下子卖了很多套啊、一下卖好多套、对对对，大家都看好这边，人家最前面的一排还没有潮的感觉，那就多好，对对对对，而且这么大的院子是吧，太吸引人了，我们看你们这房子都蛮羡慕的。对，我们有啊，我们也是一楼啊、你院子一楼在后面就是、对，在后面的中部中间，中间就你们擦体的地方，中间也挺好的，也挺好的，对，对，中间也挺好，对，行，各有各的好处是吧？啊，什么花呀？这个里边这个是，那个是天竺葵啊，这天竺葵啊，哦，这种花，这种淡淡的，我们家是中国红，这边是橘子金桔嘛，哦，这金桔就今年的呀，果子这么大的呀。去年的，哦，去年果子它都没，它也没落果，它就没落果，对，看你家里边，呵呵，对，看这些，里边看的花盆啊，这哦，你们弄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把这个栏杆围在外面去了，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台子了，对，哎呀，这聪明，我们当时怎么没想到呢？哈哈，这是我们没想到，这个办法很好，行啊。好，谢谢你们啊。好，来参观了一下啊。